又开个榴莲，这个榴莲老便宜了。哎呀，好像有点生。这不是黄玉的生好吗？这很硬哎。哎，好像还行，一半。不能不能！别别！我是铁砂掌。哎，但是这榴莲这块挺大呀，不亏啊，这榴莲不亏啊。这榴莲一点都不亏。我挺喜欢这样的，我喜欢硬撑撑的，但是不能太硬喽。啊，行，那有点黄瓜味儿。啊，肉挺大。每一半肉都很大啊。我操，这杠杠的。我操，这杠杠的，这杠杠的怎么整呢？这算一半吗？嗯呢，四半。这半杠杠硬，别开了这半。哇塞，真的很好，这榴莲真的很好。这玩意烤一下能软吗？哎呦我去！这一个小榴莲花了36块钱，花了36块钱拆出这些肉，我感觉挺合适的。36块钱是咋来的呢？这块还行，来一块吧。多少有点生啊、哦！吧啥嘴啊？嗯。你要张小点嘴吧，我就给你了。小狗。好吃。挺甜。这壶也太大了。这壶真的挺大。但是挺甜。超值超值啊。我希望以后还能买到这样的榴莲，但是希望熟一点。30块钱开一个榴莲。